好，各位呢，您进到我们群组之后，请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，从右手边这里，右手边，您会看到这里有两一个 SMI 的 Portable 有没有？这个是心智图的软体，好，心智图软体，那这个是免安装的版本，如果你想要用安装的版本也可以，官方也有提供安装的版本。好，等一下我带各位看，那您可以从这边先从这里点进来，好，就直接下载就好了。好，就直接把它下载下来。应该我们学校是去往中心，所以应该还蛮快的，好，大概200多 MB。另外一个也是，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有，这样在下载中的哈。那另外一个软体在哪里呢？在这边，你往下走，有两个连接哈。你看我们右手边这里，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叫 FocusGuide，对不对？一个是那官方网站，那另外呢，下面这里有两个版本。两个版本，因为它授权方式不一样，好，授权方式不一样，所以它有一个国际版跟大陆的版本。不过这两个你都不用担心，我们用的正体中文、繁体中文都有，好，就是授权方法不同而已，好，授权方法不同，好，那所以原则上我们就用国际版就好了，好，你就可以从这边点下去，应该就会直接下载了，因为我是直接点过去了，好，它是一个 VIP，好，像您现在所看到这样，也都是200多 MB。所以您利用一点点时间，稍微下载一下。那如果您想要 SMI 的什么那个，就是用安装的，还是你要去那官方网站也都可以。好，我把这个地方看一下，在这里，您直接用关键字 SMI 就可以了。好，应该就会看第一个就是什么，就是它的中文的一个代理厂商的官方网站哈。好，点进来。好，您可以看到，因为这个呢，这两个软体，我们今天介绍这两个软体，你们有没有同学是用苹果咬一口的？啊，咬一口没吃完就放在那里了，然后就会发光啊。你用 Mac 的，这两个都有，好，就是 Windows 版本、Mac 版本都有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不是用 Windows。可不可以回去？可不可以用？好，那所以您往下走，您看一下，在这边有没有看到？这里就有了，有 Windows 的，有 Mac 的。那下面这边也有 Linux 的版本。好，那如果呢，你想要不用安装的版本，就直接用上面这个也是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只有免费软体而已。好，只有免费软体，应该我们这边下载速度不会太慢了。好，不会太慢，只是毕竟还是从网络上下载，所以还是会稍微等一点点时间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了哈。